捷达交贴有限公司已经在香港成立了50年，主力为客户提供标签、纸品及包装印刷等服务，更自设香港政府认可实验室，为产品做严格测试，务求达到客户要求和国际安全标准。Andrew， 我知道你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，这些是不是你们优势呢？我们有自己 in-house 的工程研发部门，我们专门是针对一些产品去开发一些机器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在原材料去到成品都可以一站式地在我们的厂房里面生产，这个可以令到我们可以控制到那个产品的质素和货期之余，亦都可以保障到客户的知识产权。你对公司将来有什么抱负呢？包装印刷品其实可以反映到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，接下来我们会将香港市场的占有率提高，从而希望将这个产品的水准亦都顺势推高，同时间我们都向着这个绿色生产的方向去行，希望做一个尽早社会责任的印刷商，在发展的同时间亦都在环保方面作出贡献。我知道你的公司參加了 Mega Show 的展覽會都很多年，他們怎樣幫你的事業達成你的目標呢？透過 Mega Show 可以帶給我們很多不同新的客戶，無論是本地也好、海外也好，同時也是一個機會給我們和不同行業的客戶交流，而去了解市場的趨勢，而作出一個適當的部署和策略。咁嚟緊呢，我們都希望我們會繼續參加這個 Mega Show。 好，恭祝你在 Mega Show 展出成功，多謝你。